我觉得游说议员很莫名其妙，爱不到就乱骂一通嘛。士林大同立委参选人王世坚爆气，因为对手游淑慧先说他想要绿白合，俨然诈骗车手。不期而遇，我们礼貌上互相的推崇。那游淑慧议员怎么会用这一件事来掩饰？22号，王世坚跑脱，巧遇民众党北市党部主委林国成以及议员林真宇，他不否认绿白合，还抛出联合服务。游淑慧搬出过去王世坚这席话大吐槽：骗子的终极目标就是成立诈骗集团，毒骗骗不如众骗骗。我不可能去当车手的。柯文哲的好意，我敬谢不敏。柯文哲先前有意邀请王世坚加入民众党，却被狠狠拒绝。游淑慧现在力抛蓝白合，就怕被捷足先登，赶忙翻旧账。你应该无六个月前讲美诈骗集团，哈，说你不要当车手。6个月啊，你现在又要自己去当车手？绿色赖清德现在民调是第一耶，白色柯文哲是第二名。绿白合的话，那是第一名、第二名互相释出善意，所以游淑慧议员他主动的释出蓝白合，那是投降，那是跳船，那是举白旗耶。王世坚一边拉拢民众党，一边狠酸国民党落到第三。游淑慧则因为党内压力抢白不顺，只能先抢话题再说。三立新闻谢文祥、夏邦明台北采访报道。